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来来来，好，听福听少，好。林中文姐，无趣的世界，做个有趣的灵魂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金的 channel。而家准备吃年夜饭呢，都是开车去吃年夜饭的。学校就放晒假了。好大包啊，啲百合，啲冧好大啊！我见今年百合唔贵喎。系咯。唔系喎，我真系见今年啲人话特别蝴蝶兰啊，佢话真系平好多。系啊，我就觉得蝴蝶兰平。以前我哋睇依家我哋睇落二三百嗰啲啊，以前往年啊都要八九百噶。嗰次去大地嗰度食。嗰啲蝴蝶兰咧，佢就按翻以前嘅价钱咯。我自从去台山滚水嗰个巴士睇咗之后，哇！啲蝴蝶兰开度唔高喎，诶，我咪嗱呢个咪买咗蝴蝶兰。所以我叫佢买。啊，两个添。买棵细细地又玩下啦。诶，嗱，前面阿姨又买个五代同堂。到处都安安静静啊，除了吃饭的地方。一个海之西湖啊，啲人都中意五代团圆，但系荔湾咧，五代团圆冇。俾你总结咗出嚟添啊！即系咩人而家会系查身？靓仔啊嘛，绑架啲靓仔落楼，都唔系同屋企人食咩？食咗仲要下一 part 噶嘛？哦，嗰、那个下一 part 系话下一 part 啦。哦，菜市场仲系有啲人开嘅，嗱多多少少人仲喺度买嘢。呢、這个菊花好似琴日唔觉有喎。有啊，琴日系五蚊支啊，唔知今日几钱支？呢只八蚊，呢只五蚊，一支啊，一扎。哦，一扎。系系系，哦，咁咪一扎。系。抵卖啊！系啊，抵一蚊一支啊。呢个咧一样嘅。吓、啊？一样啊嘛。呢啊。啊，系啊，呢个系大支嘅，就八蚊。哦，个个都准备去食年夜饭。那伙伴呢？就哦，坐车出去食年夜饭啦。大灯笼啊！又成身汗啦！即系其实唔系真系冻，系体感冻，温度系唔低嘅。诶，五点钟都未系好多人到啊！话就话五点开始啊！自己带酒，带啲零食嚟食噶喎。系啊。唔俾带自带。
咁啊，最主要都係賺個賺走直錢啫。睇下，已經備好曬啦，備好曬啦，一盤一盤。我本想幫火仙子叮咁，使唔使叮啊？叮葉片都係咁上下嘅啦。嚇、啊！好多人 book 到滿曬㗎 ，book 到滿曬㗎。呢個未咩？未到啫 ，book 到滿曬㗎啦。房間啊，我記得喺前邊。我是谁？哎呀，好棒啊！上嘅第一道菜，居然系红豆沙汤圆，都唔知系边度嘅风俗。保鲜纸，攞一层保鲜纸蒙住就得啦。冬菇爬生菜红豆沙汤圆，罗氏虾，多宝鱼，真白，发财就手。雀巢腰果海鲜、金牌蒜香骨、荷兰豆、荷芹兰豆炒腊味啊，松茸菌炖水鸭。哦，写得好靓哦，吓、啊，呢手字 OK 喎、哦。松茸菌啊，炖水鸭黄啊。哦，松茸啊。咩松茸菇咯？松茸啊。松茸菇啊，松啊。呢、这个咩嚟噶？猪手，发财就手，发财就手。唔该晒你。又要摆噶，唔该晒你啊。我见又捞几多米啊？米啊！招牌桃花鸡一个，荷芹烂豆炒腊味啊，多宝鱼，哇，斤白啊呢、这个，呢、这个就系罗氏虾一斤。这个、呢个咧发财猪手，水鸭汤啊正啊，水鸭汤啊，松茸水鸭汤，松茸水鸭汤，水鸭，好，哎，好嘢，开心健康，好嘅，寿比南山，好嘅，来，寿比南山，来，好，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，新年快乐。身体健康，寓意吉祥啊！寓意吉祥，寓意吉祥，发来贺电是不是？六百岁啊！当然了，那是当然了。好食。你未食啊？你仲未食啊？嗯，我咁样阿爷啦。来，猪手啊！我哋发财靠晒你啦，知唔知啊？对呀，我们发财靠你啦！谢谢。好，谢，罗氏虾。啊！蒜香骨，嗯，嗰只虾都几重喎，但系都系睇落都系一人一只嘅，添福添寿，又令肥咯，来，好多宝鱼啊！嗱，呢个丁啊，旺丁旺财，你这，你这就做一个。你好，汤圆啊，零三，哦，有很多，全坐满的，有，挺好。食完饭出嚟，大厅入边仲系坐满咗人，第二轮嘅宾客亦都开始入场。哇！我都滿曬，呢度仲要排隊出入添啊！
炳炳，几时咁多人噶？系啊。第二輪都好爆喎、啊，炳勝嚇、啊！哦，出邊做生意嗰啲氣球都打埋嚟啊，幾叻！上樓要上的，上樓要上的。哦，开晒咁多层楼啊！他没有，他们昨天三楼冇啊，三楼冇啊，有啊有啊有啊，开咗嚟睇下，气球出埋嚟啦！嗱，哎哎，下边呢？你们先在这里等吧，录音不如在这里上吧，在这里上好不好？北京路，系，而家先到北京路先。嗱，呢个系大马站、小马站呢条路。呢个花市系两点钟嘅，应该都系两点钟。年三十晚咧系比较特别嘅，行花街。嗱，佢学咗咩啊嘛？学咗上海啊嘛，用人嚟排喺度，哦，都好多人喎、啊、北京路，虽然话啲店关晒，但仍然系好多人啊。系啊，哇！呢、這个都要落闸嘅咩吓？佢度行到两点钟㗎，到最后嗰啲花市呢即係要撤离嘅时候好平好平㗎嘛。当然又唔係话送俾你啊。呢位置先係真正人多。花街入口喎、啊、唔多人哦，啲人涌咗去边度啊，嚟到呢度就係从大佛寺嗰入啊。中山五路到了，下车请注意安全。中山五路到了，落车请注意安全。中山五路下车请注意来往电动自行车。啊、行完花街上嚟啊，摆风车。唔兴奋。原来有这么多，行花街就上来了。妈妈，我找河了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，文明启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。冇想象中，哦，入边好多人，入边好多人，入边密密麻麻都系人啊！喺呢度。解放路口行入嚟啊，好正确啊嘛！你唔正我谂。哦，已经做定嗰啲卖嗰啲咩嘅？系啊，整定啲风车。都唔系风车。我今日我原买架电动车会烧。风车呢度唔烧嘅。好似有得买嘅，好似啲人都系嚟呢度买风车啫。排紧队入去。排队咩？唔使喎，就咁入得噶咯喎。就呢度啫嘛。甲辰龙年啊嘛，岁成福地，八点到五点，咁少人嘅。咁少人嘅，唔系好虚撼咩？唔使系嘛？而家几多人？
而家十一点几啊嘛，十一点九啦嘛。啊？好，好静噶喎。请唔请香？系啊，嚟到都要请支香。而家咁样叫多人，唔系吓我系嘛？而家十一点差唔多十二点啦。十二点都嚟紧。系咯。哦，佢有曬嗰啲咩咩紙啊？啲係嘛？咩功功德咯？哦，唔係啊，好多人仲係等緊啊！你話叫上上邊攞？睇下先。嗱，睇下，嗱，佢正月初二就禮斗祈福，農曆腊月三十晚黑。迎鸾接驾法会，即系应该系今日啦。农历正月初五接财神法会，正月初七就人日祈福，正月初八就拜太岁法会，初九就玉皇诞，正月十五就天官赐福。嗯，我跟住放功德。哦。即系摸狮子一个其中一个咩嚟？系喎。系喎。哦，有啲咁嘅风俗。得。嚟啊！你都俾。哦，獅子，睇下先。哦，三元古冠喎，白月明山啊。你請我唔可以。我、哦、点咗香先拜。感怀细数十年史，感堂系上呢边还是上上边？呢度啊，呢度得啦嘛？哦，呢度有一点啊。你高行，你高行嘅，都真都真嘅，系啦。三面可以高啊。过嚟点香，
就差嗰幾分鐘。係啊，想豆豬香啊嘛。元王指判分天地人三才以立极三元宝殿
佢哋自己攞打火機。哦，自己攞打火機嚟嗰啲化嘅。身體並冇想象中咁虛寒喎。啲人去食飯就點啊嘛？係，我話呢度都好多學生嘅，好多。我諗住要有咁多學生嘅，喂，有幾多萬呢個人？冇以前咁虛寒啦。以前聽講好虛寒，逼到埋唔到去嘅。排曬隊啊！入唔到嚟嘅係啊。而家佢都安排咗好多警察。都係爭個香啫嘛，係咪？我覺得要早啲。我就係諗，唔係我入到嚟稀落落，我都有啲詫異。誒，啱啱個客又話關孝子度啊塞車喎，今日有。係嘛？係啊，啱先過完嗰度嚟。哦，關孝子以前都係投注香又係好爆啦，係嘛？係啊，今日就唔塞車。奇怪喎。啲人即系唔再信，少咗好多善信。哦，逼过都惊。系可能肯定有啲。唔系，啲人个个都想逼下嘅，唔怕逼嘅，唔怕逼嘅。你警察都纯粹动喺旁边都唔使维持秩序。今年真系好静。即系好似入公园咁，系去到香炉前边先话夹个文文，可能。三四百人啫嘛，演唱会用旺角去嘅。演唱会佢同演唱会冇得挥，冇得挥。以前有，而家冇。唔系，可能真系啲人唔信，但系啲人唔信呢、這个，起码信佛教啦。光孝子啊，都唔得啦，系咪？光孝子都唔得噶嘛，今日都冇乜塞车完全。逼晒大佛寺咯，大佛寺又唔系特别靓啊，不过就脚大佛寺就。你个求心安都唔系噶，个你整开就整噶嘛。嗰个佛清净定啊，个个都要钱。